好的，谢谢广运大哥，祝大哥种花种鱼。我去换件衣服哦。哎，好嘞，那行，谢谢我们家老弟，我来一下，来这个歌吧，祝大哥种花种鱼，谢谢大哥送来了好多好多的纸卡。谢我伯哥，感谢我家老弟，还有我们的谢海哥 ，thank you， 感谢我们的洛哥，感谢我们的谢元哥，广元哥送了个望远镜，童话镇在向你招手，大哥。谢谢大家。只一
是神。欢迎各位大哥，连欢兄弟们跪下，来欢迎我们的老子最帅。谢谢我们的爱本无罪哥，也谢谢我星海哥，还有空哥、小黑哥，以及我们的无所谓哥、孤独哥，以及我们的阿星哥，也谢谢我们的陪伴一生哥，还有菲菲哥，以及我们的茶生哥 ，Thank you。哎，哇！谢峰哥送来的翅膀，谢大哥太漂亮了，好看，哇！哥们，还是要找一下吗？那我就先来了。好嘞，正好送给我国哥放一首一搏，同时也送给我们家所有的兄弟们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兄弟们啊，还有。祝愿我哥哥在2021年放手一搏，疯狂向前。好像又变化来，爱心哥的守护还到期了，谢谢红哥。嗯，来吧，是会爆炸的吗？这个包挺高兴，这又新出个礼物嘛，欢迎新来。阿姨，这那个翅膀呀什么的会用红哥，嗯，可以抽一抽，集结。好嘞，那我把集结开一下。嗯，完蛋，没有点集结的，帮忙点一点我们下方的集结。我再弹个窗。嗯哼，哎，那你手机的话是不是也要连电脑啊？还是就一个手机就完事了呀？连呀、啊，连电脑。那电脑不闲着了吗？你搁手机。集结开了，集结开了！哎呀，直接给我秒了一个8个！我加一下红钻，兄弟们，没有点的兄弟们可以帮忙点一点下方的召唤，完成了9个！我弹个窗子啊。一笑而过，嘟嘟嘟，有11个了。我把这首歌一会儿唱完啊，我感谢一下我们集点榜的兄弟们，谢谢我红哥，祝红哥中翅膀，中中中！哎呀呀，谁？恭喜我，谢谢我挚爱哥送来的守护，谢谢我挚爱哥。哎呦，捯饬捯饬啊！看看有多少一个守护了，没有开通守护的兄弟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下守护，今天守护掉了好多呀，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可以帮忙开通，如果你的守护掉了可以重新开一下，我们现在是271个了，欢迎我苏富哥，我感谢一下啊。噔噔噔噔噔，不要相信发那些什么广告的兄弟们，那些都是骗人的，骗
骗子呀什么的，不要相信主动加你好友的什么充值返利的，这都是骗人的，不要相信啊。谢谢我红哥、阿新哥还有新海哥以及阿新哥，谢谢爱本无罪哥以及空哥，还有我们的飞哥，还有阿峰哥，一切随缘哥以及我们的孤独哥。已经完成13个了，刚刚回家的兄弟们正好把干肉做一做，没有点集结的把集结点一点，新朋友可以把召唤点一点，过了之后我们重新把这歌唱一遍啊。我要难受死了，咋的浪漫进去了，我们还差12个人就完成了。新朋友啊哈，新朋友一定可以把这个点开的哈，一定把这个点开。这个地方有一个两个点名，中间有个4个字真爱召唤，你要有 YB 的话就可以把它开通了，没有 YB 的话是不能开通的。召唤没有过的兄弟们帮忙过一过召唤啦。又卡出去了，这么卡呀这 YY 呢。欢迎吃面哥，欢迎九星哥，欢迎逍遥哥，还有马赛克哥，还有欢迎兄弟们回家，还有欢迎西善人哥哥。还差12个，点这个地方就可以开通了。如果说你没有开通的话，一定要开通一个。主有是新朋友啊什么的，没有开过真爱的，或者是掉了的真爱的，可以开通的。帮帮帮，要帮费尔啊，必须的嘛，新海哥。还差十个，我们还有9个就完成了。加油，我们还有4分钟。谢谢我们的逍遥，谢谢逍遥仙人哥送来的守护，欢迎我邓邓哥，邓邓哥你的守护掉没掉呀？谢谢我们的逍遥哥，感谢逍遥哥，有没有开通守护的？你洗一洗啊，我们一起哦。已经完成了18个啦，我们还差7个人就完成了。真的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下可多出翅膀的，大家可以抽一抽，好多个翅膀。今天我收到了一个翅膀，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啊。还差5个人，还差5个人。点开它这个地方，可能说是否为主播开通一个真爱团，这个真爱团一定要把它这个免费的棒棒糖呀，你可以送一个棒棒糖，再在礼物栏里面找到这个包裹，包裹里边会有个小真爱，完了把这个真爱再送出来，就完成真爱团任务了。我们还差2个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加油啊。
尝过的辛酸苦涩，鲜花掌声中走过，换了相随的能有几个？我只是一个孤舟，人海中无声漂泊，谁情愿把随波逐流，衷心中给的那个是我。放手一搏吧，别不这个歌吧，完了送给两边的所有的朋友们，马上也要过年了，唱一个东北风北东北的风格的一首歌，东北的东。
师傅。哦，我的天呀，出时光机了！谢谢，恭喜我们的逍遥闲人哥，恭喜大哥。谢谢我导弹，感谢我浩宇哥哥，谢谢我们家兄弟们占座。我在想，幸好上把的连胜断了，不然的话这把遇到菲儿姐还是得断。但是我宁愿被菲儿姐给断了。恭喜子墨哥，谢谢。恭喜六连胜。多少连胜？就六连胜。十几？六连胜呀。几连胜有加成呀？三连胜，三连胜有10%，然后九连胜以上20%。那是20连胜呢？一样的，还是20%好像。哦，只要到9连胜之上的话，就加成就多了。嗯，胜率就九连胜以上就高了。对，就上段位很快。但是你这个，你这个的话，我不在乎这种连不连胜呢。那能连的话，还是要连的哟。嗯。但是你们发现没有？就是我从来没有，就这个钻石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抽过加成那个卡。那王者呢？王者好重，钻石好像抽不到。嗯、王者，我这个呢？我这个神龙，我这个神龙就是任务的时候开的一个5分钟的。哎呀，太羡慕！我啥时候我也能抽这一个呀？你太厉害了！你是什么时候中的？是半夜吗？就是晚上啊，就是晚上随便点的。你不要点钻石的，你等到王者的时候抽。我都好几个都是王者的时候抽到的，我中了2个。哎呀，真厉害！中了2个，哎呀，那他们这个1000块钱，他们说中个龙就相当于中了1000块钱。他们不说2000吗？5分钟的，5分钟的1000吗？啊，5分钟的话比那多，那2分钟的话是那5分钟的话起码得2-3000呀。恭喜师傅喜提望远镜，是吗？快了快了快了，童话镇快来了，谢谢那个为你穿魔哥。2分钟的也1000块钱，起码2-3000。两分钟的话，最少1000-2000的吧。你5分钟的话，时间更长的话，5分钟的话指定会更多呀。嗯，没卖过，没卖过。呀，中了，师傅。你师傅是谁啊？啊，我师傅是大哥。哎，真好，我还以为你都有师傅呢。好像刷了二十组1314，中了一个童话镇，中了好多万，已经赚了。应该是这个能抽奖，对，赛车卡是可以抽奖的。那个，他们说的是神龙，神龙里面中奖概率比较高而已。对，神龙中奖概率比较高，水晶球。拜拜，菲儿姐。拜拜，嗯，拜拜。师傅，你赚了，20组1314，你赚了一个童话镇，吓我一跳。不怕不怕不怕的，不怕不怕的哦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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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旺财了旺财了啊，旺财了！你这嘴开光了呀！哎呀，星海哥还没中呢，啥时候星海哥你加油？星海哥快千元榜了，星海哥有没有啥想听的那个歌啊什么的？今天又中翅膀，又中童话镇，又中飞船的。啊，不是，又中那个时光机的，飞船还没出来呢。飞船的话是那个30个，时光机是10个10个的蛋糕。我感谢一下激战榜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赚了！总共刷赛车卡应该刷了20组嘛？看，2000、2600、2600刷20组，谢谢师傅，还有逍遥哥，谢谢星海哥，还有我们的冬天哥送来的锦鲤，还有好多的礼物，也谢谢我们的王毅，还有苏富哥，以及子墨哥，还有阿星哥，以及我们的陈心。林哥以及我们的青山哥，是你赚了，不是师傅赚了。哎呀，一样嘛。我把这歌唱完啊！来送我逍遥哥，逍遥哥，你还想听什么歌？跟你飞车啊！你开个位置让兄弟们抢抢，等马上的过完了战役团任务的，过完了战役团任务的，嗯，还有3分钟我们就开始，正好唱完这首歌我们过完战役团任务再给你们抢，到时候我就随机发了。赚大了，逍遥哥你又中了个望远镜。不行，今天把龙开了吧。我从小就在那东北长大，寒冷的冬天飘着雪花，红红的干辣椒，墙外一朵
的。跑偏也是正常的。谢谢我们的安菲尔。逍遥哥想听啥歌跟我说啊。对了，逍遥哥，你有没有微信啊？你要是没有我的微信的话，咱俩可以加一个微信。集结了，集结了，来了，来喽，来喽！我中了一个球，再瞅瞅。集结已经开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最后最后最后的一个集结了，我们今天的集结呢就没有了。如果说没有开通的兄弟们可以帮你可以开一个，如果说新来的宝宝们啊，新进来的兄弟们没有开通的也可以帮忙开一开，一共需要是25个人，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。谢谢诺言哥，也好多这个好多的大哥呀，好多的兄弟姐妹帮我开通的真爱，谢谢大家，破费了，谢谢大家 thank you。10点左右吧，完了我看，完了那个，完了胖胖你在那个群里说一声，咱们今天把龙开了，明天就没有了。我看大家想抽奖的话可以抽一抽。我看师傅中奖了，今天好重要。已经开通了4个了，兄弟们加油！如果说不会开通的话，视频的右下方有个战役团召集令，就是这个，欢迎李哥、包夏、李哥还有苏苏哥。记得送一个付费的棒棒糖，再兄弟们啊！当当当当当，真是我真正所以好嘞！你都知道我要这个图是不是？点这个地方，如果说不会开通的兄弟们可以点这个，但是我这边没有哈，大家那边可能会显示的这个叫集结啊，响应集结，没有开通地方可以点这个地方响应集结，响应完了之后呢，它会提示这么一个。开通主播战役团1个月消耗1YB，有个取消，有个开通，点开通，如果有1个YB的话就开通了，已经完成了5个，加油啊兄弟们！欢迎灯泡哥，开通了之后会有一个小桃心，就在你的礼物栏里边有个包裹，礼物栏里的包裹里边它是免费的礼物，每一天都会送给你的，这个都是免费的，你可以12点之前送给我，12点之后有更新出来了，呀，抓住北漂人哥。还有啊，再送一个礼物栏里找到我们下边的包裹，有个礼物栏吗？已经完成了8个，完了之后呢，会有一个礼物栏吗？这个地方找到，完了找到一个棒棒糖，送一个礼物就可以了，付费的就行了。我们每天都要做战役团任务，一天有3个集结，8点半、9点、9点半就可以了。欢迎杀手哥，欢迎我们的止战之山哥，欢迎兄弟们回家，欢迎守护团的兄弟们回家。还有战团的兄弟们，这个是最后一个召唤，一定要过哈，一定要过。刚刚来的新朋友哈，还有新朋友、老朋友的兄弟们，还有好多做这个咱们战役团的兄弟们，有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做好久了，但是战役团掉了可以重新开的。如果说没有掉的话，开的是不算数的，必须是新人才可以，必须是新人。上面的25个必须新人，下边呢必须是开过的兄弟们点一个集结，那个集结是免费的。谢谢北漂哥，祝北漂哥中中中，还差15个，已经完成10个了。虽然说每次的最后一个都比较难，但是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啊！我找一个欢快一点的曲啊。没有开灯的兄弟们，帮忙开灯一下。召唤一共是25个，已经完成了11个。谢谢我们的卡哥，感谢我们的卡祖弟哥。没有开通的兄弟们一定要开通一个，一定要开通一个。就是每天你看直播哈，可能说有的时候，哎，我每天我8点就进直播间了，我一直看到12点，等非常没睡觉我就睡着了。那你看你看了4个小时，你啥都没干，连真爱都没开成，那咱不白看了吗？是不是？我都说过好几遍，咱看直播不能白看，要不然不白看了吗？对不对？可能我这一天我看了直播，我啥都没干成，那必须把真爱开通，把真爱任务也做上。欢迎巨灵天下哥。对不对？你想想，哎，可不是咋的，我进直播间啥都没干成，就听歌了。没有开通的兄弟们，帮忙开通一下我们的战役团，一共是25个，已经完成了12个。帮忙开通一下，需要一个 YB， 每天都可以帮我做免费的任务，再送一个棒棒糖也行啊！谢谢大家。这个小桃心开完了之后就会有了，这个桃心
一级的会有一个，二级的会有两个。你看他们送很多的，他们级别越高，这个免费的桃心越多。我有22个桃心，占小店可以换的。谢谢我们的俊哥，还差10个。对，我非说的没毛病。我看了这么久，我不能白看呀，对不对？咋的，我也得做个任务呀，要不然多可惜。召唤召唤啦、啊！还差8个任务就不完了。谢无所谓哥，谢拥护哥，欢迎万千哥，各位游客大爷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下，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十分紧急，不用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下来直播还行，哎，不错，今天我听飞唱歌了，我还给飞儿扣666，我还给飞儿开通了个真爱呢，我还给飞儿做了一个免费的任务，哎呀，我还今天我高兴，我送了2个棒棒糖呢，还差几个人，兄弟们。一共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兄弟们帮忙打把手，游客大爷们喜欢飞儿的兄弟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下这一段任务，没有开通的话没有关系，不会开通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你研究研究就会了。如果实在不会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整个图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图也会了。这个地方有个集结响应顶它就可以了，会出现一个给主播开通一个月真爱将消耗一个外币就可以了，一点开通你就有我的真爱了，再送一个免费的礼物，他们送的一个小桃心，有个桃心们写着在包裹里会显示就是到几点，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期了，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马上就要到点的兄弟们，时间紧，任务重要，我们10点左右的时间把这个龙直接就开了，来让师傅呀大哥呀还有兄弟们抽一抽奖啊，帮忙开一个帮忙开一个，17个就卡住了，17个就卡住了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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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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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20个还差5个，还差5个还差5个，还差4个还差4个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，欢迎香罗大哥，欢迎不懂的，欢迎随便看的，不好意思啊，香罗大哥，还差3个，救命啊救命啊，没有过真爱到底的兄弟帮忙过一过我们的真爱召集，还有50几秒，还有50几秒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，游客大爷们可以帮忙开通一下真爱召唤，一共还差3个。我们就差一个了，一共是25个，已经完成了24个。为我们一个小牙哥，谢谢我们的千千千娇哥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还差一个，没完成，没完成呢，还差一个。OK 了 ，OK 了，完成 ，OK 完成完成，我们来点个歌了，谢谢大家，让大家破费了，谢谢我们的千娇百媚哥，千娇百媚哥应该也是新狗开通的斋团任务，他是2级，谢谢大家。开始了啊！真爱团的兄弟们辛苦了，此时此刻我为真爱团的兄弟们要高歌一曲，现在可以点歌了，开始，五，想点歌的兄弟们想听什么歌可以扣在公屏上，把歌的名字，如果歌的名字太长你可以缩写就可以了，我就只要我能知道这首歌就行，好，5 4 3停 OK， 哎，打着了，恭喜我们的往事如烟哥，我们站11级了，加油宝贝啊，点歌成功，冰叔一个，打一下冰叔啊，想抽奖的兄弟们来一轮赛车卡了啊，一会儿我们把轮开了，正好我们上上段位，哎呀，今天王者好像有点难，有没有中呀，雷子哥继续加油，么么哒，想抽童话镇的要抓紧了，来喽 ，Hello， 我听不见呀，是我卡住了吗？哎，听见了，可以能听见了。歪歪手机太卡了。嗯，哎呦我的妈，12连胜，我觉得我压力要断了，我觉得压力好大呀。谢谢兄弟们，那我们唱歌先。谢谢我磊子哥，好，可以。谢谢优酷哥，完犊子了。那我先来，谁先来？好，可以。还有我们的，谢谢我们的艾菲尔，祝大家中童话镇中翅膀。谢谢我们的艾菲尔，谢谢大哥。
三个人给你推动一个中华镇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是我们的夏小哥，是我们的旭仔哥。形状的世俗繁华了杀戮，破碎的心没有了归宿，诸侯争霸在刀刃上起舞，天下的苍生含笑无助。狼烟过王海，始皇天后土，花开尘埃依然香如花田里下注，就笑谈千古，富有家园才是大丈夫。有位上将军写过一部兵书，信手摆起不全是列欢步，走一步看三步，将山当赌注，后人称他是冰雪鼻祖。有位上钓鱼台海水茅草屋，喝热那老烧酒一壶又一壶，数尽兵家为他最杰出。好嘞，我就唱到这了。他们要不要不上你厕所呢？他们要不要不上女厕所里呢？他们要不要不上女厕所里面呢？他们要不要上去女厕所里边呢？这是硬加字儿，咱是。他们考验记忆力的时刻到了。他们。要不要？哎，前面是啥了？你加的是什么了？我忘记了，记不住了，这太长了，就是。拜拜拜拜，太长的话记住了，拜拜拜拜。谢谢我们的云天哥，感谢我们的茂明哥 ，Thank you。不行，还他们还要不要？掉坑里了。记不太长的话记不住了，你们能记住吗？除非就是偷字，我忘记搁那个字记住了。欢迎兄弟们回家，我把这首歌给大家唱完啊。写过一部兵书，信手摆起不全是连环步，走一步看三步，将山当赌注，后人称他是冰雪鼻祖。有位上将军写过一部兵书，问坐钓鱼台海水茅草屋，喝着那老烧酒一壶又一壶，数尽兵家为他最杰出。好，一会儿唱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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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菲儿姐。哎，晚上好美女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个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对对，是罗哥支持那主播叫刀刃，完了大家可以给点点关注。怎么没有声了？有声呀，有声呀。嗯，大美女，对对，大美女，大美女，她在这刚连完好友，她说你连一首飞儿也，我说行。谢谢我们的玄武哥，我可不是对手呀，主要是，嗯，没有对面上王者了，厉害呀，必须的呀。昨天晚上那个跟我们打完游戏了，完了的升了会儿段位，完下午又升了会儿。你就是连着开，今天应该是开了两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第三场了，现在。你太努力了，谢谢星海哥，感谢星海哥。嗯，过两天就开始不努力了。我们都是第一天上完段位了以后，往后就。啊，天天不是看看人家玩游戏，咱们还得继续努力，咱还得钻三呢。人家都上王者了，
除了麻将哥自己挖坑，你们谁挖坑他都不跳。给师傅来首《喝醉了》。要兑换那个兑换水晶球呀，或者是你咋流眼泪呢，还没挤出来呢。你要去兑换那个卡片呀，卡片可以兑换那个卡片可以兑换六十这个月亮33，好像中奖率可低了。
你可以刷那个66呀，1314跟那个是一样的。默默等待哥，加油！默默等待哥，加油，兄弟们！哎呀，今天动的桃花真可多了呢。你咋不信？这样吧，江哥，你再相信我一回。因为好多人都中了，不可能到你那儿就不中，那不可能。谢龙凤哥，感谢丽哥。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。哎，古怪哥好像也快千元榜了，花叔也快千元榜了，花叔加油啊！你乱个豆，好嘞。我乱斗给你找个机会啥的，你自己都不相信了，我咋不相信呢？我自己可相信我自己了，真的，因为今天中的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呢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菲儿，晚上好。哎、这个头饰好漂亮呀，晚上好。嘿嘿，这个是对，很漂亮。嗯，那我们唱个歌，一人一半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先还是你先？那我先吧，我有找好的。行，那我先闭麦。好嘞。谢我们的吉祥哥。来喽。谢我华叔。谢我华叔送来的千元宝。好的 ，OK， 接好麦克。哎，那个当心 to the moon， 为什么没有伴奏了？Why 这首歌没有伴奏了？唱一个光与乞丐，怎么了怎么了，一份爱失去了光泽，面对面背对背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，
以为爱坚固像石头，谁知一秒钟就碎落，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？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，失去你的我一起该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谁笑着与缘分是两个角色，越执迷越折磨，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以为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遗憾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还剩什么？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，多么快乐，失去你的我一起该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好，那先到这里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给飘飘送 Q。谢谢大家帮忙上的票票，谢谢默默哥，也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一份礼物，也谢谢我菲菲哥，也谢谢兄弟们，好，谢谢黑粉哥，谢谢海星姐，谢谢大家的票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是不是又要炫耀一波？师傅加油，中桃花阵，今天中了好多的桃花阵，给我中的我都兴奋了。你的师傅家中桃花阵？不是，是，我说感谢师傅，师傅也中了好多桃花阵，我说家里边也中了好多的桃花阵。哦哦哦，我听成了师傅家中桃花阵，我说，我心想你，谢谢师傅，好多人的师傅是你，然后我不记得外面上有主播是你师傅呀。又中了一个，恭喜师傅，今天桃花阵真的太好中了，你看看麻将哥，我给你转评，我们家大哥还不信，你瞅瞅瞅瞅，你瞅瞅瞅瞅，又中了一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哦，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就这么好中啊？今天，今天是第一天嘛，基本上第一天的时候都比较好中。默默哥中了两个万元镜，加油，默默哥！哦，这样子，明白，明白。每回有活动的话，第一天都特别好中。也不知道是为了啥，这基本上应该是说为了活动嘛。你活动可能第一天好中，第二天可能抽奖更多。应该是这样，对，那他只有好中了才会有人抽奖嘛，如果大家都没得中那就没得玩了。海星姐好像也是，海星姐好像也是说要他也中了一个桃花阵，他说有的今天的就是相比以前的话中奖率高太多了，就是有我们家有一个刷2000的也中了一个，完了刷了个600的也中了一个，都让那小子中了不抽了。你不能的，师傅，他是他的，你是你的，你就不能毁文一谈，你该抽还得抽，师傅。今天是新年礼物的第一天。我知道他这个欢乐豆，可是为什么有的局有的局没有啊？像我跟你就会有炮竹。但是我跟其他人好像就没有，然后跟其他的人又好像又有了，这是怎么判别的呀？好像是也是几率，就有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咱俩不就是那个屏幕它会推屏嘛，咱有爆竹的话它就不推了。以前有时有雪花呀还是什么的，那个对偶尔的随机的。上一局是一样到点了，但是随机的。恭喜兄弟们喜提望远镜。这里哦，你小子太厉害了。今天确实师傅你今天是开挂了，麻将哥真的超好中啊。
谢谢小师傅，谢谢默默哥，还有菲菲哥，以及我星海哥，还有华叔，谢谢我们的字母哥，还有我们的胖旭，以及我们的七彩四八二三哥，还有品味人生哥。我把这首歌唱完，真的超好听哎！未必我把你拥入了怀中，心似火。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我是徒弟的，你的不一定是哪个小美女的。嗯，好像这话有点道理呢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有点内幕呢。来吧，你说怎么玩？你说怎么玩麻将哥？你说怎么玩麻将哥，听你的。嗯，听你的。再一个，你要说那个啥亲戚，你可以当我师傅呀，我背部上写着亲师傅，官方就得看啊、嗯、这也是亲的师傅。嗯，行不？再要的话就是四师傅了，是不是？你说，我说你又耍赖，我听大哥的，听你的麻将哥，我可没耍赖。我说上回说的是花嘛，嗯，上回说的是花嘛，花不一千五嘛。我说一组飞机的话，这一万必中两个，要没中的话算我的。你有几个师傅？我有，现在有三个师傅，现在二师傅现实比较忙，没有上线。这个是后道是大师傅，天道是小师傅。嗯，上回有点误会，你还挺能解释，上回有点误会。我是几师傅，那你要当几师傅，默默哥啊？现在要是排的话，就是四师傅、五师傅往后排。我是几师傅，你想当几师傅，再排的话，再认师傅的话，就是四师傅，完了五师傅这样。当师傅可要天天上班的，但是天天上班我是开工资的，你要不要天天上班呀？这阅读能力没谁了。一朵没出，赔你两朵。出两朵的话就不算数，只要中两个大件就算数。你看这样行吧？你要是一万，嗯，一组飞机里边一个花没有，我赔你两个花。如果说出了一个，我赔一个；如果说出了两个，那你就继续。括号都是我的啊。兄弟们，那小子你看住了，乱跑找美女 ，OK。但是我看这个号他也不出去，师傅。
这，你这太不公平了。这咋不公平呢？我可以天天上班啊，天天上班行呀。嗯，二师傅是不是失踪了？二师傅现实的话挺忙的。嗯，开多少工资啊？嗯，没准儿，基本上都是秋后算账。欢迎三哥，嗯，帮一下三哥。那你看，你让我说规则，那我的规则完了，咋的了？默默等待哥，小号我知道，小师傅没有小号啊，他基本上都不咋玩小号呀。那你告诉我师傅，没事，你揭发有奖，没工资不干了，有工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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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嗯，有工资。那你要天天上班啊，你每天的时候你要别人打我，你得保护土地啊。师傅都是开年薪的，刚开始是月薪，越往后越往后越那个啥，可能就开了年薪了。嗯，欢迎杰少哥，帮一下杰少哥。就我说的这个就比较行了，你挺合适的啦，不要斤斤计较啦，金四点麻将哥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，OK 了。我女孩子你不让着我点，是不是？啊啊！秋后再坑差不多，秋后算什么账？我一分赃款没收着，没分赃款，一分。赃款呢？我给你充账上了，已经，我已经充 YY 号上了。你咋玩赖呢，麻将哥？完了，你说给你转账你也不收，老丁说我不跟你开玩笑呢。你说我给你充上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给你转你还不要？完了你在直播间你就黑我啊？秋后再啥？秋后再坑差不多嘛？秋后算。什么账？我一分，嗯，免得稀碎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的道理吗？不一样事儿吗？就这么就这样吧，就愉快的决定了。麻将哥，我知道，我给他转，他也不要，就直播跟我互动玩嘛，就是相当于找个借口给我刷礼物。嗯，你刷一万什么时候陪我？我刷一万你什么时候陪我了？微信，你看微信，我有截图。默默哥留步，你要干啥去呀？默默哥睡觉了，有时间再来。好的呢，默默哥，谢谢默默哥，默默哥今天也破费了，谢谢我默默哥，拜拜。屁，喝多了不跟你计较。我公平说一句，谢谢梦梦等待哥，谢谢大哥送来的水晶球 ，Thank you。我公平的说一句，麻将哥刷了70组，你中两个大礼物，就不说了，不中丫头陪你。啊，是的，谢谢梦梦等待哥送来的望远镜。哎呀，梦梦哥你要给我凑望远宝吗？默默哥也收了吧。默默哥平时的话你上线多不多呀？嗯，明天见默默哥，默默哥要睡觉了。嗯，谢谢大哥，让大哥破费了。是啊，我那天也是这么说的呀，我也是这么说的呀。啊，再不发工资，明天我上小师傅号找个小美女亲了。师傅没到日子呢，你别着急。你这怎么的？你怎么还全发工呢？咋着？你说都这样，你说我都不会播了。狮子座很少有时间的哦。
那没事没关系的，你有时间你就来看看菲儿，看看咱们的423的兄弟们。嗯，打正的打正的，拖欠工资不发工资真跳槽了，发发，默默哥你要加入我们发。嗯，绝对没收到你转账，你给谁了？我直接给你充进外币呀、啊！你咋能不承认呢？人以前跟你以前说的，跟你说啊，你赔，我给你转账你也不收，完了你成天朝我要赔，完了给你也不收，完了给你充了吧，你还说你没收着。天天开会那么多呀，那么多开会吗？谢谢等待哥，谢默默等待哥，你这是要清号吗？谢默默等待哥。天地良心，我什么时候收到你充的 YB 了？我给你找截图。怕你给我，你把那截图给我来。小区二类管控吧？什么是小区二类管控？我们这块不让下楼呢，还。你们那边咋样？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那个啥啊，武媚娘的卡怎么用？那个可以换球球，可以换球什么的。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图。我是那玩赖的人吗？那不行，那必须得说清楚了今天。大哥咱俩打热线就说徒弟，没有，我换什么换球球就行，或者换鱼也行。默默哥你有多少个卡呀？我这边好一点，你那边一直很严吗？严，就是每家，我们这每家都会贴一个封条啥的，完了就是好像应该过两天我们这能下楼出去买一次东西，完了也是不是开放的。今天都要工资了，快过年了嘛，年前放心，工资指定不带过年的，年前通通结算完，不带过年的，年前通通结算完，放心，放心，很严的。放心，很严的。晚上应该会换的，你看一看卡片的规则就好了。啊，打也没用，我还是把你号干货清给那那师傅，那咱还是换密码吧，危险呀！你换了密码他就上不去了。赶紧把默默师傅定了，师傅要睡觉了。师傅你要确定吗？但是师傅你得护徒弟周全呢、啊、你大哥愿意问
到时候微信我问一声，开玩笑呢，是吗？截图找着来，我找好充值那个截图来。你做师娘行不？师娘呀，师娘现在都有了。你要说你要做师娘的话，那清雅第一个得蹦出来，谁掐腰就得跟你干仗。我就已经排师娘那个号了，嗯，你我两个城市，嗯，你我这两个城市好事不靠前，还好挺好的。我们换一个话，换一个下话题。愁死了啊！疫情的事我们不提了，换下一个话题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生的都挺好的。
想当市娘的点二麦关注加好友先聊一聊。好像师傅那个号好像加不了好友。哎，九度哥会给马甲，九度哥你把四八二三放在前，哎，现在这样也行，四八二三放在前边儿。嗯，对，这样一样好看，这样一样好看的。九度大哥加我们的四八二三啊，呀呀呀呀，好起来了，欢迎大哥。小子带了，你在干啥呢？我在找那个，我在找充值记录。不知道我学莲哥你今天咋这么安静呢？你当时你就是这么说的两朵花嘛，完了你说的行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呦，我去，晚上好。我就是出来乱动，我来玩的。嗯，那我们业余半时间唱个歌。我听你唱吧，我唱的不怎么好听哎。嗯，哎，手机控哥，你还有五天，我们的守护要到期了。那我们，嗯，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，要不？好的，好的，辛苦了，菲儿姐。哇，我偶像哎。
我来一首我自己的歌。好的，送给兄弟们。天亮了，谁来为你披风御寒？为你呵护，为你取暖。献丑了，在偶像面前。行，这边我找。我一直在唱歌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呀。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。又过了十年，我一直在寻找。没有找到心上人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这世界变化太快，我没有存款，也没有洋房，生活我过得紧张。亲爱的姑娘，你不要拒绝我，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。亲爱的姑娘，你一定等着我，汽车带你去环游世界。亲爱的姑娘，你快来我身旁，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。亲爱的姑娘，虽然我没有车房，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感谢师傅，感谢兄弟们送来的每一个票票 ，Thank you。好了，没有过战团任务的，直接把那个战团任务也过一过。嗯，这最后一个乱斗了，我们还有几个百元宝，没有错的兄弟们可以帮忙凑一凑百元宝。你要下了吗？我就休息了。嗯，我这边我也要快下了。嗯，你要几点下呀，丸子？我可能差不多跟他们聊会儿天我就下了，因为我明天我要考科三，我很紧张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太紧张了。科三是晚上考啥呀？真太紧张！
我还是自动挡的，就是我考的还是自动挡的科三，我都考，我一次都没都就考过一次都没过，这是第二回了，唉，很紧张，心理压力，别紧张，放松心态，一定会过的啊，放松心态。我上次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行，那我不好考吗？我觉得其实挺好过的呀，还行呀，我考的时候也挺好，挺好考的呀。不行了，我听到这句话更紧张了。反正没事，还有三次机会。我今天在那个练车那个车上，我问旁边那个安全员，我问他，我说，你见没见过就科三考五回没考过的呀？他说是考五回没考过，怎么？我一考五回没考过，考没考就五回，要是没考过，那不就那就完了，你就得从科一重新考了。就你之前考的那都白扯，就都没用了，你就得重新考了。完了之后，我就问他，他说是你说的手动挡吗？我说自动挡。他说那没有，没有人这么笨。我说我感觉我要笨。一般考试考试的都是挂档的。你们手动挡是挂档啊？就咔咔咔。我要是手动挡，我这会儿就去考场等着了，就等着输了，不是等着没了就。我们家人说是，我就见过，当时他在车里方向盘都要抖掉了，因为你四次没过，考第五次的时候肯定会特别特别紧张啊，我是不是得挑战这个人生的极限呀，我老害怕了。放平心态，放平心态，你再紧张你必须得考着，睡不着咋整啊，有什么招吗？你就是你不要想。不要想那么多，人家考的是 CI 驾照，我忘了我是最最低级的那个最低最低档的那个驾照，我不知道我是多少了，我考完了之后我也没有开过车，嗯 ，C 一好像 C 一 C 一不低了，我觉得最低的是 C 二，是吗 ？C 二是最低的吧？还是好像多少？嗯，哎不行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加油加油，你有驾照吗？有呀，但是我不开，我现在都忘了咋开了，那好久考完了之后咱就没开。拜拜拜拜丸子啊，祝你考试成功，拜拜顺利。加油，有的呀，应该是 CC 的话，不就是最低的那个吗？看这一声太应景了，谢谢阿峰哥，我感谢一下七干榜的兄弟们。我们还差几个就过完了，谢谢师傅，感谢我菲菲哥，谢谢我们天之蓝哥，还有我们的无悔哥，是不是无悔哥？谢谢我星海哥，还有苏富哥，也再次欢迎我星海哥加入咱六九军团，又来了一员大将，也谢谢我苏富哥，还有阿峰哥，还有丁丁、铁丁哥，还有我们的风静哥，以及我啊最爱哥。那我把这首歌重新唱一遍给大家，叹一声。还差五个百元宝，就差那么一小丁点了。